各位好，我今天玩的游戏是这个 Overrun。对不起，我鼻音很重，因为我感冒了。然后加上昨天两天班，今天原本没有要玩，但刚好居然有时间休假，然后说刚好要碰上特价，就是万恶的 Steam， 整天三天两头手机跳通知要跟我说，耶，你的愿望清单有特价哦，你的愿望清单有特价哦，然后我就随便挑了一款来买。我一开始这个游戏，我一开始还以为可能是些什么，那就是不是对岸做的，然后没想到一开始一看，简体字居然是对岸做，因为之前我玩过一款射击游戏，也是对岸的，但我忘记叫什么，他给我游戏体验很糟糕，所以就看到简体中文有点不是没有，就是有点干，我也不知道该怎么讲。好，这边一开始它右边是剧情，左边福利耶是有选择模，其后面是音轴，一开始我们应该只能选这边，一开始我就选简单啦，选择瞬间移动，所以它瞬间移动应该就是像我这样，我用 touchpad 去点，还有自由移动可能就是你人去走，抓取方式基本切换。好啦，什么都不懂，那我就先这样吧，就先开始啦。好久没有感冒，都好晕的。从未感受过的头痛侵袭，就很符合我现在的事实。片刻头痛就达到了无法忍受的程度。伴随着我吃一些药的想法，我睁开眼睛，好吧，没有去看医生。但睁开眼睛却发现了这是从来没有来过的地方。我努力的唤醒我的记忆，但是我什么都想不起来。先离开这里再说，我很天真认为这件事很容易解决，这个就是历史 flag 的那个顺序啊。握拳是让侧键拿取，然后做 touchpad 是做瞬间的移动，然后做最上面是对，跟其实跟一般的游戏没什么差别。到底是第一人称射击游戏还是密室脱逃啊？跟着蝴蝶走，让我想到一个剧情，但我现在突然想不起来那剧情是什么。这是可以谈话的意思吗？蝴蝶，我在这说蝴蝶，摸摸看，靠北都飞走了。这里好像有人。What the fuck？ 哇，做的好科幻。我觉得一开始没有，我看。因为我没有看影片，我看到图片它是有枪，一开始好像没枪，给你拳头，感觉好像胃哦。我只拳头可以攻击，然后就这样子防御，瞬间防御。握拳中要贴到一起可以击中，无法防止子弹。废话，瞬间在敌人攻击时做出瞬间反应，反正这样就对了。按住手柄或启动游戏的，是厕所可能会有人的意思吧？为什么我来？不对，这应该是置物柜。这是啥小？这是什么 ？Right 哦。会不会什么奇怪东西吧？不是在玩，感觉在玩恐怖游戏啊。
他卡不能沿用。那我刚干嘛浪费卡去开一个实体房间？对，听到人的声音，但我被我现场住。哎、欸，我的线，哎、欸，我要拉长。哎，靠背，全部卡到了，什么东西？哎，啊，可以了。满地都是鞋，这么，我鞋会被和谐掉吗？是这样，哦，这样星际大战就对了。是要杀，这当然是要杀我、啊！看到都开枪，还不是杀我？哦，我的哦哦！给我把枪好不好？我现在好累哦，居然举起，干好恶心哦！哎，蝴蝶，刚说摸摸看，哎，飞那么快，哦，水哦，抓住手，哪里有手榴弹？有手榴弹，干，有手榴弹啊！有啊！哇、啊啊啊！我打到我的，啊！我书柜的玻璃耶，有破掉。枪吗？我真的怕，我这样打会把我的衣柜给打坏。这个就是个打 boss 的节奏啊！我这边好。不对，我是打我展示柜的。
去给他倒电，倒电结束扎死啊！4885，好像之前4885，我只有用到魔蝴蝶，哎、欸，我摸就跑掉，这就是。走位，神走位，神走位，神走位。闪着说，转角埋伏。想象啊，哪一关走啊？哦，真的把我吓到了。你的贝塔，流汗了，电梯继续向某一个方向运行着。魔眼工业建造的未知实验室，真想快点离开这该死的鬼地方。我再离开。啊，我只希望我的玻璃柜不要被打破就好了，其他什么都好啊。盾牌的人，我好麻烦的，还要先打破平衡之后才可以 K 他，又一道具。
三个绿才可以过，对不对？不要理他了。哦，又是你。木头一个，还好，没事，没事，打盾牌了。怪兽好不好？
啊，打。
过去欸。妈，感觉就歪了。太棒了。
来，哦，打到我的 screen。地上写是魔旗，都还好，哥有枪。哦，少女。和谜一样的少女魔奇同情，对拥有未知的力量，我感觉到恐惧。谁不会感觉到恐惧啊？废话。但他因为时间饱受折磨，不能留下他，独自离开。没错，没错。我轻轻的闭上眼睛，平复我紧张、快速跳动的心脏。好，今天试完天大概就到这里了。哦 ，OK， 有点伤害，而且我的鼻子快挂了。到时候等到有全过之后，一开始那个福利有再录一小段福利给大家看吧，可能是魔奇的怎样怎样怎样，不知道。最后我们就来看一下这个。好吧，没得看。哦，我懂。好，那今天先暂时录到这里。那有什么的话，我再录一小段给大家看吧。谢谢各位。